Yine sinir beni toptancı. Millet, ne çıkar? Takın cıcık. Ne kadar sürmüş daha kötü. Ne kadar zor zor lan 现在不是的。阿姨，他问过来。对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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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过来
Educado de su marcha de yo. 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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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me estoy. Chaque na ruin tu chico. Mandro la madre.
给摇摇起来的。那给你带人看，咱城管那是去想去哪儿？哎，他。他中班那么没来的，这样七七的抓起来了的。这样，这样，那给你。去送一个。那给你打扰你们开业去送个的。你今晚给你喊你送送的，顶个跟着去别的。喝茶吧，我就不进去了。人已经走了，不要太难过，保重身体。那么定了哥。你阿妈家地保户的事情，村里已经定下来了。你任何时候来签个字就行。谢谢。那我先走了。从你妈上台里头拿，这钱就不够拿了。当你这单子得有，有点小老人那弄不着的，等哪了头的嘞？咱你妈七八年个，干嘛分着了等着头兄弟了他？都出卡了，地桌子记了没得？那是他真就行了他嘞。他，哦，肉肉人同步，家人同步，等你蹲了上去，
tendao bu tendao gandam la ji to be be jan tin tik sa le se men da ha so jin de ro de to zhe ge me jiao ga ri na dang a to bo ge xie zhe la ti na qiao lu an da ri su de tie ma he ba gan qiao de ru xiao no jiao na sha go ke sa le ma zo xie zhe wo da le de oh ya da jie ge ro ya wo ma de pa dang a dang an luo guo Akor, chichi tiko. Cho rombo chete, ro long chete. Cho maintain and mare sukor. Cho rombo chete, nga ropa choma great. Chair masi chete. Te lama tu ni chichi ti. Lama tu ni o chete. Chinsa su.
세 도자 다다리 단지 다다리 자자르네 그러면 지금 지역 케마 되게 뭐야 다돈이 롤로 잡으네 지금. 어, 근데 뭐다 갖다 놓는 거 그러겠니? 나래디다래들에서 小胖，你开完会了吗？高小文，开完了，写那个会议记录呢。你知道吗？现在村里到处流传闹僵尸。闹僵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还不清楚，现在要不要报警？先不要报警吧。上次咱们村流传到鬼火，结果警察一来发现是个误会，这次肯定又是个误会吧。你先安抚一下村民，我这边收拾一下马上回去，明天早上咱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的。尸体回来了，在马内堆那里。什么？快点走吧。那庄农的真鱼农、茶农、花农、麦农，都等着要。麦农等在啥里？茶农、鱼农、花农上面摆的啥呢？我给打中央国体走的。怎么回事？昨天去埋葬尸体的村民看见尸体跑了，今天早上尸体就在那儿。小胖，过去看一眼。女的不能靠近。在那天，旺队骑车回村，和我们去德记妈妈家之前，我看见扎巴喝多了酒，骑着摩托车去山下，在路上走了三个小时了啊！你这种人，你干啥装备准备的？这真是你看到的吗？这是我推测的，但肯定八九不离十。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光猜测也没用，咱们先去找王堆，看他怎么说。走吧。干嘛了？俺到罗龙去找你了。你找的什么什么环境啊？你带着这么多干粮去哪里？给德基妈妈送饭去。是你把扎巴推下去的吧？你什么意思？你的情敌死了呀？
什么意思啊？干啥？干嘛？你想干啥？你先去送饭吧，一会儿我们过来找你。怎么回事？怎么还打上了呢？这小子不承认，现在怎么办？他逃跑了怎么办呀？要不咱们现在去悬崖下面看看。去就去吧。加措，我们准备去悬崖下面看看，你们谁对路况比较熟啊？这个牧民扎西比较熟，他在里面，我去叫他。哎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做翻译好吗？好的。看着我去吧。哦，就你们扎鞋在那见着我的。扎鞋，咱们一起下去吧。哎，那边有些东西。你是光着掉下去，这些应该是村民的。我先去问问是不是村民人丢的衣服。巴桑夫人，出了你们家我都询问过了，今天谁不在家跟我说一下，我好登记。你看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给巴桑打电话他不接，要不您给他打，他不会不接吧？那当然，不接电话他就死定了。给不快点，可怕有的从这男的明显下死给老马要那可是凶的，快点。说是在开会。哎，好嘞。哎，今天打搅您了。哎呀呀呀，杨木啊，给好嘞好嘞。不开的嘞，他等这么一劲儿搞，甚至菜还加的是。哎呀，我天，这边。哎呦！大概迪士尼了出去。我的迪士尼去，不过钱多少钱呢？
阿姨过。阿姨，阿姨，阿姨，阿姨过。阿姨，阿姨去。哎呀，呀，大爷就可把答应啊。我呀，来，出去了。好，出去。我呀，我。行。空不个地面。我呀。我态度。我呀。不要，拿出去。哎呀，杨某阿哥。哎呀，杨。对，广大节目辛苦。哎呀，我呀，再两个。对对。真的是个天天喊我们兄弟，昨天你妈丢了这本李建大给唐阳明读，两口简单说话啥样子的，没干不脾气。我明年就顶着顶着金马了不？他刚找帮大的孙子，等我老赵的给装去，你们都喝了少些，等我杨然给泥土机器带着去。啥人要装扮中国呢？都共产党满中间能干嘛的？喂，我装扮一个，都我在那路线上就是两多啊。妈的，你出面来，我就把这说一下，接了嘛就。他是把我们学徒都叫回来，是你妈说只能就我们了。我做了到底可别做呢，地基他还在要买的。红队，那天你妈给的地基了啊？我到多少钱给你了？不然人家明天还要抢小楼了。对呀。喂。给谁你妈拿的？拿到地基住了，他的地基蛮大。你的地基搞的是啥名吧？谢谢谢谢。新年了嘞。红队，你知道，你这些年叫那个俺娘就。这个小是三岁，爹，你先把这弄着，你先去呗。多多阿姐，你怎么许多？阿姐，他这种新木房当着的，全买都搁在新房上不？哎，动动动，来来来来来，来来。真是的。喂，他那地说的真是些嘛对吧？那是古代我，你俺这里有多少？亲阿姐，王主任，王主任，他让来的是几年名的啊？让给转发给别家的那些同志，搞完就那边一个表姐的。没事的，但你记住点点，俺你说的呢，两个人把搞过来的话，那都王主任，咱们都是来的比钱多点点吧？来的钱吧，还是要的。没事的，咱这送把金牛买完嘛的。啊？你妈让你拿什么吧？拿铺上去走。让俺拿铺上去吧。嗯。这那么大的送过去，这车接的，让铺上去，哎。喂，啥？兄弟呗，呀呀，得许的呀，得许的。哎，我老赵了吧？哪里见的见的？去去去去去！没事的，俺等的车接的，人家我是车的。没车的，俺叔叔阿姐也送这就车的嘛。没车过来就让人好好说。兄弟，瞧地基两五十万对不？这把个地基开路怎么整的？地基个价钱要瞧的，瞧起个，瞧多少口钱撒完了。你想我呢？地基这个连麻他们瞧不起这个人。从今天谈的都是错事，你们这家伙才敢动的手。这下他们让我买的，他们让俺先买的，俺顺便顶出去。走走，站队的，这可把你，谢谢。
送你一进民进。王子阳，落回来的货。那三年能够给人添把钱的，咱这摊上的，给爸爸的弟弟。对。来，姑娘们，你们今天把我的大哥陪好，你们的小费不会少的啊。哎，谢谢哥，谢谢哥，哎，媳妇们，新哥有一个，呀，谢谢谢谢。来，走了。啊，来来来。差不多用的噻，没事。从村那里从首都，从这才能俺去都老中呢。嗯，俺中呢。什么做这用啊？做这用啊？我满意。要要，哥要不要？我总来个地主，但你叫人家啰嗦。对，俺你地主可都是着。我这东西就可不等。我呀，等俺呀拿得着。对，三百三百来个。对对。我呀，对，你要等个。嗯。嗯。快走走走，爷爷。哎，坐吧坐吧。哦，我不坐。关于地保户的事儿。小花，你过来一下。哎。我买了个新手机，你看这怎么用？哎，对对对，你给我设个密码。好嘞。设置什么密码？六个八。六个八。哎，好的好的。八老板，这就是摄像。哦，我看。哦，这个像素不错。哇！八老板。哎。村里地保户的事情，跟往年办就一样呗。巴桑，这样不太好吧？有啥子不好吗？这个时候我说了算。第六，加强作风建设，关掉。据群众反映，咱们村往年的低保户家庭条件都还很不错，大部分都是您的亲戚啊。昨天村里开会落实低保户新政策，你们家不在。往年的低保户啊，那你们准备哪几家列入那个低保户啊？啊，昨天村里和每户的村民家庭开了会，大家一致认为央金家、平措家还有德基的妈妈家这三家是最困难的。其中德基拉姆的妈妈家是村里条件最差的困难户。对对对，德基拉姆家一定要列入低保户。这些低保户呢，我去通知。啊，这没关系，我们可以同时。啊，我去，我去，我去。好几天没回家了，我先回家一趟。啊，好。哎。
야, 사마지 소개해요. 我刚刚在那给他。哎，你们管陈正麻子有没有菜？。오야, 들어대 주시려고. 박구성호 얘네 말고, 더 나쁘고도 좋아. 나 와서 없어요. 오야. 알아대 뭐라 수통을 알아라 니의 동비 하루 사지 육사만 총이 알아 수통을 아. 육사만 야 그래 저봐 저 로주지 인고 단방은 누나 브로디가 라무 가서 다 저 로버 치시고 야야 那就妈走了说妈等到两个队子有啥时候你去看我家呀呀妈走了就走给我呀呀呀哥抢走了抢抓不走了那个抢不妈不懂啊他抢走了什么情况去过呀呀难道要不然抢走了就如果抢不抓不走了二十次啊那个东西呢还没动来呀咱俩东西吧好呀呀大家走大家走走呀呀呀好呀上车一步好呀上车好呀坐下去好嘞一步没等着不了那么也不等着去下去也夸亲吧，西呢老样子，都吓死就，你打出来哟。阿妈，一波来吃葱啊。呀，我来擦这一栋啊。呀，擦栋。一步。爷爷，
차등 자신은 누구야? 여보. 다 다른 거 내가 줘. 누가 내 누가? 送，我送你送。拿他出去。呀呀，起步。就。出去。是谁的了？他们在路上等我们。达娃，你的衣服怎么会在悬崖下面？达，这个国贼的情侣都扎起来那样的了。有个设计掉下来，他就跑了。我就说没有僵尸嘛。那他的死因是？那军中的尸体里的扎巴里木达上面的子。现在报警吗？喂，是派出所吗？我要报警。Thank you.
能不能去成？小心！五千米啊，五千米。그전이야 뭐해? 주약을 낳지다 비교해다. 뭐야? 그래 마. 뭐지 다음에 또 보듯이야 진다 매우 재정을 가르치고 나서 미대다. 대박. 괜찮은 시야도 봐. 첩성도 말한다. 뭐 연유 만들 만들 그래. 수혈할 때 못해도. 다 마셨어, 다 왔어. 咱们是俺县花的，俺儿子们顶出去。汪队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啊，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汪队说要上了场，他说的时候还把酒罐子给捏扁了，浑身都是杀气。江菜，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这就去找汪队，好好查找他。好的好的，我们这就去。哇，真有啊，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听说你们去了悬崖，你们应该饿了吧？进屋吃点东西。我们吃过了，你给我来一下。走吧。我给你们倒杯茶。你别客气了，我们不喝茶，你也来坐吧。没事。来，喝茶。不喝了，不喝了，我说了不喝。你不喜欢喝苏月茶是吧？没事，我给你倒杯奶茶。你少装蒜。怎么了？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没事，我去拿奶茶。汪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啊，你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那天我从城里回来，是你们叫我去德金妈妈家做翻译的，说扎巴的事。扎巴。
快点，别把我车冻死。快别出去，狗搞啊，这么多啊，狗能做什么？哎，文志要去德杰妈妈家，给我们做个翻译好吗？那我先摩托车停那儿。好。哎，王队，你的手怎么了？没事，不小心摔伤的。我先摩托车停。来来，我帮你提。让我先把包。我就说嘛，这小子狡猾得很，不使绝招，他是不会说实话了。王队。你在同学聚会上说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想狡辩呀？唉，气死我了。本想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已经报警了。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没有设闸吧。你去跟警察说吧。王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两具尸体呢？这件事跟德吉有关系吗？如果跟德吉有关系，德姐家里办低保户的事情也要放一放了。我看警察到哪了。你好，你们到哪了？快一点，我们有新的线索了。等一下，我杀了巴桑。什么？我杀了巴桑。阿妈的意思是说户口本在德基家是吗？是啊。那你跟德基说一下，让他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来村委会办手续。好，那我就通知一下德基。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拜拜。明天当有马的，明天当找不着，找不着活着的，天天尿着地下擦住的。他这臭的，他叫我偷西单的。这两个你啥子你看电视的，他能是去追着？谁？有马的。俺年轻呢，你俺们大舅舅看这球嘞，这拉不，从村里还往那，俺你来拉不小马的。俺们大舅舅，前几年在做水球嘞，弟弟找苦干，俺你搞外面还过马嘞。让俺们看这球嘞。
今天说的没说笑，可咱没说话给他滚嘛的。若妹不肯真收嘞。三妹大奶，你哪怕好苦人，今天苦孩都一样的嘛，又笑。你先给同奶奶得这种家媳妇的生不得。阿姨，过去的。对嘛？阿姨，过去的。阿姨，阿哥请你过来。对嘛？这个还是弄，阿哥对你阿先弄了，掌握狗子，我对你小家接了狗子了，没再掌握就没个。电话接的，电话让找我查。七分来清楚，还是没让我。哎呀，你阿先弄放着，赶紧等着。有事来找我领工资，家里有事急需用钱。我告诉你，就你们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主席了，知道吗？就这我都已经赔了不少钱给他了。啊，我的员工要是都按你们这么干的话，那我的酒店还怎么开下去？没把你们俩开除，已经是给了你们俩天大的面子，知道吗？别慌了，走开走开。那走。这儿没约好工作，好没错，真的呀。但你出钱不停着拉不的，我让我那边上前途明度，我你我那说话着。你可你来来用这话不着不？我你来用这话我买着。没今天没问你该怎么了，我你干的意思我来学嘞。今天我来接他。发现扎巴不在了，我有了私心，我和德吉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如果大家知道巴桑死在德吉家，即使和德吉没有关系，也会受到歧视。当务之急就是处理掉巴桑的尸体。从南山马上扩过去的，别扩给老大的钱给顶谁得到了。
村里流传闹僵尸，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僵尸跑到玛尼堆就会停下。于是我就将错就错，把扎巴的尸体放到玛尼堆那边了。德吉，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旺堆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说他杀了巴桑。青稞酒。你阿拉的，我的水桶呢？阿拉捏东皮。哈罗三句有什么？全你阿拉水桶噻啊！哼，有什么？巴桑啦！哦，对，你去当这些鱼的。对，就跟阿妹有交给，这是妹妹名字。对，阿来，我的阿来吃起东。嗯，好。听这点女佣骂的，我你我来说个着。让那里你那个吃个药嘞，我来念说个情况。一年让个你忙来了，那个把他阿妹子老远死了不着。佣骂的，我的天哪，让个你吞他都不听这娘屋里。你从肯这里面让给他鼓励，现在你再不念我的说情况，你打浪上马进去拉起来，等下阿妹个拉去参谋小姐，等下你念到我的说话中。然后呢，俺就我肯定是笑了，他肯定
学校的。放心，妈的，今年是你们，是你拉着两块钱我。不过，是你拉着两块钱。嗯，谈的以及阿妹在这打起阿卓。等待前面是你克拉达没做个给给他用的。嗯。他就你都和你。嗯。中间的钱，人给转下车子的，俺们大兄弟就是了吧？俺等待他们住宿那晚，你们弄的就清楚了。他我那中间一百。行吧，你也拉不上老。家属呢？拉不上老了。真怕。行吧的。对，这样吧，嗯，我下次先买几桌回去，你俺们到舅舅家给寄到这去啊。啥叫你那干多了？俺到几桌回去，估计你让给幺姐寄到这去啊。瞧，这些人俺要买些嘛听，对，俺妈的阿公也要买单的，瞧谁给我们过。嗯，我也是。哎，那你请人的。不信，这件事真的和汪队无关，都是我做的。乡亲们，乡亲们，很不幸的告诉大家，昨天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尸体是村民巴桑的，马尼堆的尸体是汪堆放上去的，所以没有僵尸。巴桑是死在德吉家的，也就是说他的死和德吉与旺堆有关。我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刚才我也分别问了两个人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都没有说实话，我也很难帮到他们。他们给现在的点个地给勤赞的装难点被勤赞的点一年落地的金到巴桑块新界之间地区的阿巴丹接不你其实新王和大伙的这满那个浪花了推进中间
和你婆婆你们干了样子。没人满大把地基给阿妹。巴山才经纬亚个亲不嘞？一年快说说买亚吧，咋不才直接地基阿妈了纬亚就不嘞？一年他们地基给阿爸，你舅妈都把车轮带不嘞？地基清晨他说说的，顶着是买不起阿爸。让个娇娇，女婿兔子进不来，一年的那卡家门都被姑婆的人抢不来。我让阿妈呀，孙女，那他就不跑呗。哥弟弟弟弟，弟弟没经过亲政艰苦的，咋不得？巴山头你个军人乡亲，弟弟不留个妻子，哪门找我当不来？老弟还哪？咋不和弟弟了？东岸家就是这样吧，准备唱卖个哈火不嘞？弟弟，你也干脆直接报名。我让了都不等着通军队们都，但是他们没让他叫我要买嘞。他们两帮阿姨，我也一直相信他们没有杀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只是一个驻村干部，能力有限，但是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请大家相信警察会查清楚一切的。警察快到了。拿来，好像是巴桑的新手机。阿佳，啊，我是高小文，麻烦您来一趟德吉家。哎，你怕桑怕桑怕桑的，我感觉可走了。华多，巴桑华多，马上了不得，快，阿松，阿佳，阿佳，证据，有证据了，你看这个视频，自己摔死的，可得，那么到卡这两个月啊，速细速死，对对。哎呀，弟弟，你去给俺们给，一份名册递到，看来忙不交易的。哦，多谢。马上见呐，一份名的，没想到这多。一年来年应届名的，叫俺们来转了问的。我也去就跟俺了，也就跟着做年人吧。我也去参加会展。听着，马四，听着，马四，听着，马四，啊！啊！我操！就是没人去。什么什么去？
小给家电报怎么写起来？你也接不了的住。张先生，你一起去你要买的，咱们第一个去对。我一起做也没去过来呀。咋把你那个事没事了呢？全村一起去了呗。Yeah.